是支持说实话做真事情的人。那您觉得韩国瑜是说实话做真事情的人？对，因为以前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诗人写一个诗叫烟水池塘流，我说这个对子很好对啊，他说不好对，烟是火字旁，锁是金字旁，池是水字旁，柳是木字旁，金木水火土，你怎么对呀、啊？后来我就对出来了，新化，江苏省的新化县，新化，它为什么呢？它对出来了，是炮锁水城楼，也是金木水火土。那我问一下，您欣赏那个韩国瑜哪一点？说真话，做实事，做实在的事情，要和衷，要敬美，要友日，要心态，让台湾老百姓过好日子，是我所见到的说真话做真事的人。所以最近的关于有一些豪宅的风波，您有对他印象有改变吗？现在黑韩黑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，这个是错误的。还是力挺的啊？我还是力挺，我相信他，说真话做实事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。除了这位头发黄色的宋老师外，其他都是我专业学生。所有的同学，所有的老师、教职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，谢谢。今天60周年哈，庄敬高中真的一路走来，坐育英才，培养了无数的社会的栋梁。今天特别赶过来到庄敬高中共襄这样的一个盛会，非常感谢董事长，还有校长，还有各位教职员，还有各位的同学热心的安排与接待。我们相信未来庄敬高中有好多项目一定会更卓越的表现，尤其在电竞产业，在电竞的学习上，听说庄敬高中有好棒好棒的几支队伍。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发光发热。再一次祝福庄敬高中所有的教职员以及所有的同学，大家60周年学校生日快乐，各位同学学业进步，各位所有的老师职员家庭平安幸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院长，谢谢院长，谢谢我们最新的节目，来家这节目讲大家没看过最新的韩国舞，大家呼喊一下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